原标题：孟良崮战役，七四师被全歼，张灵甫被击毙，李天霞部为何见死不救？说起解放战争时期，有一场战役让大家耳熟能详，它就是著名的孟良崮战役。当时国共双方在山东省蒙阴县孟良崮发起激烈的战斗，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共出动27万人，国民党部队则动用了24个师、60个旅，约45万人。这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，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四师，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击毙，解放军以1.2万人的伤亡代价换取国民党军队3.2万人的伤亡。此战发生在1947年5月13日，从整个作战态势上看，国军兵力数量上占优势，武器装备先进，相反我军华东野战军就显得力不从心，而且从战术上看，国民党排兵布阵也是稳。